嗨，大家好，我小智，好久没有来拍我们网球的 vlog 了。今天呢，又是团体赛，然后今天这个比赛是我打过有史以来奖品最优渥的一次。冠军的队伍呢，总共可以拿到5支网球拍，啊，5支网球拍的市价大概就是差不多20000块以上。那这次的赛制呢，非常简单，因为我们总共只有8支队伍，所以我们就会分4队跟4队打2个循环，然后两边呢各取2队，最后4队再出来打单淘汰，决定出冠军。那我个人呢，觉得今天最挑战的呢，就是天气。这是31度，晴朗无云。OK， 我看这次打完又是要黑一圈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为了这5支球拍，我们就是拼了，加油！很好笑，哎，奇怪的照片了。不错，回头是岸，然后再去。哎，真的很像京剧哎。你30分钟后再拍，它就站掉了。太阳赛。在拍我说你去拍那个、啊，真的假的？你在拍什么？你在拍什么啊？我觉得这次会蛮好剪的，因为大家都是会搞笑，大家都是搞笑，大家都很懂做效果。对啊，好同意。很久没有拍。迟到仔，哎、欸，就几点？现在九点比赛了，现在几点？12:39。12:40动了。不是，立正，这样站的、啊。还蛮博起来啊！哎，你们这生意完了没有？哈哈哈哈哈！谢谢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班长，要笑吗？知道多久了？很好笑。怎么了？你是怎样睡过头啊、哦？白痴！白痴什么？我早上真的有醒来，而且我东西要准备好了。你醒去哪里了？没有，我真的应该没有。环游世界。我还马里奥。不是，我还梦到我在打球哎、欸。你在看着我们吧。我就觉得我你梦到你在打球，打得不错哦。刚刚我们正在找更铁证的。啊，我刚刚点给你看那个里面没有的。Double 也可以算是，算吗？反正就公开组的。但是我觉得应该不算。这个比赛是这样的，就是每一队只能带一个有甲组排名前32的选手，所以如果对手呢有2个以上呢，我们就可以抓到他们，然后他们就得弃权。
黄贤他们在抽上去比赛是其实全国排名是什么？那他如果是大专排名是全国，他不会写全国，他写大专排名赛，他写的方式不一样。有差，你可以去查。网协上面，他如果是半全排，就会写全国排名。没有，你们的网协上面的全排是写什么什么什么锦标赛，所以你这样子如果要讲的话，其实你也没有明确到说那个是哪一个比赛啊。等于那个的那个的名字在网协上也不叫排名赛。但主要问题是我们没有写清楚。是没错。对，可是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先照这个上面看起来的规则走。NTRP 4.0 其实对对，加上这些乙组前段就已经超过了。对于一般你看，你去问那些球员，他们也说，哎，你们是选手，能找到这个的话，那他们就是直接拔掉了。那如果不行的话，那他们目前是符合这个东西的。啊，我们下次会改好。好，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辛苦你了。刚大家有看到经过一番波折，原本要检举对手资格不符，但后来又发现他们是符合资格的，所幸我们正常比赛下去之后险胜，真的是好险。我跟我搭档第一点是输掉的，那我们是三战两胜嘛，还有后面第二场跟第三场的队友很糟，不然真的是 GG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是以分组冠军之姿晋级到四强战，希望等一下加油好不好，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。在四强战之前呢，我们现在有一个那个他们办的一个试打会的活动，主办方他们通常都有这种活动，就让我们去试打球拍，然后如果打到奖品就可以把奖品带走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吧。好的，非常多人好不好啊，就像这样把球罐呢放在地上，然后我们只要打到它就可以直接把整罐球带走。哇，中了谁？我看是我队友，是我队友。都可以了，我们的这个颜值最高的选手。中，可惜。中两个，中，中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没过。我们的王牌，王牌选手。哇，没过，王牌。哦，三个。
哎，我一怪哎、欸。有哎、欸，我刚刚刚好录到。真的假的？对。而且我还惊讶是你。北拜北拜，一罐球算170，这样我们赚510。我们在慢慢赚，是这样。对啊。继续赚，我们要算那个、啊，现在是负五千。他在慢慢把它加上去，便当费。对对对对对。便当费、饮料费。好像怪人，耶！肚子疼了，肚子疼了。